看真正跑落场这只翡翠福星入闸点顺利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八场三班千二米的草地赛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，翡翠福星慢，前面快的马万事恩应声弹出，再见到中间有阿凡达海之徒，第四位的马有辉闯一路骑紧，还有大面菇第四位就是这只曲远风河，在出面好益善，再后多少红衫就是这只一枝梅内兰。中档位置仍然英俊，出面有形势，后面四只永胜神驹蓝白横间衫的尾衫是点解，后面两只就是翡翠福星和绿色衫的日东星来的。好啦，今日入直路咁滞啦，过呢个600米，前面万事恩中档大内兰阿凡达第三位，海之徒内兰第四啊，曲远风河啊，中间位置仲系好益善啦，再后边嘅马有辉闯啦，内兰红衫就一枝梅啦，外边咧就系仍然英俊，啲走势好唔规矩，最出仲有只有形势，响马林入边咧就永胜神驹兜到嚟最后200多米，万事恩抛离咗咧，大概个几十米，曲远风河中档追紧佢，咁啊再见到中档位置仲系好益善啦。出面又有形势，同埋入边咧就系呢只永胜神驹接近终点啦。曲远风河直追万事恩，出面好益善接近终点第一名咧，要影相。咁啊，见到曲远风河追上嚟嘅势就好劲啦，就拍住万事恩影相。出面上嚟戴面裤紫色衫嗰只咧就好益善，接近终点，万事恩仲系占先。曲远风河逐步上嚟，边只赢咧？系咪苏慧贤嗰只曲远风河机会大啲啊？睇一睇点先啦。真是讲运的。好似好近好近。过了终点那步就万事恩赢回的。第三就肯定是好益善的。第四就是有形势。要电眼判决了。好近的，真的确是。看看。好硬啊，这只的万事恩在前面。结果其实曲远风河在裸位上面都冰冰冰冰冰。首先要压开罗里亚那里。看看影片都赢了，今天苏伟贤都是有运啊，就是终点的端下去呢，这下就紧紧端赢了埋边了，过终点那步都输了。哇，好开心啊，见到细窗啊，苏伟贤。看看这个预计派彩先，跑第一名12号曲远风河，道人派23元，位置派12元，跑第二名10号万事恩，位置派44元，跑第三名2号好益善，位置派22元，连赢位10搭12派154元，三门彩12号10号2号派753元，单贴派133元，位置 Q10 搭12派62元，二搭12派32元，二搭10派124个半，跑第四名是8号的有形西。都可以話影相嗰部係有啲暈啦，但其實搞到咁驚險啊，都係因為直路嗰度，哇！要成隻抽住咁樣先壓翻出嚟。開齋啦！呢只曲遠風河。四 win 啊，蘇慧賢啊。嗯，陣間仲有一隻幸運興隆啊，又係勁嘢。不过那只就外档真情咯，但系不过马就好犀利嘅啫。睇下组合队员三拣一啦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夜二满派十五个半。睇下四连环啦，派455蚊。四重彩派5707蚊。好啦，赢得咁险，有人从台面睇下佢啦。万事恩真系好嘢啊！系啊，机位银啊，又嘛？信一次唔信又整一次啊！大家从台面可以睇下只永胜神驹，全场跑得最好就系呢只马。攞位就都唔佢惨啊！俾嗰只仍然英俊搞到真系。嗯。好犀利啊，系嘛？今年都确认更进一步。
睇咗循例影片先啦，一出闸嘅时候慢啲咧，就仍然英俊啦、永胜神驹啦，同埋翡翠福星都唔快。前边先啦，最积极咧就系吴家骏啦、万事恩咁啊，骑咗埋嚟先啦，得唔得就唔知啊，啲积极先啦。海之徒入边就阿凡达啦，咁啊后边紫色面菇咧就曲远风河灰马就辉闯啦，出边好益善，后边一浸啦，一枝梅仍然英俊同埋有形势，再包尾几只永胜神驹，点解翡翠福星包尾咧就是、日东星？日東星今日就選擇留後啊，可能就驚俾上次咁頂啦嚇。留後就好似唔係好啱咗馬性嘅。大家睇佢前面嗰只永勝神驅啦，就係偉達咯。嗰只啊，車車仍然英俊，都撇嚟撇去嘅。一轉彎諗住攞出去，哇！嗰只仍然一撇收入去入邊喎，咁啊大鑊啦！咁點啊？冇位啊！係啦，左穩右穩。不過你見到落佢咧，其實都有啲偏慢㗎，都真係要真情啦。呢度冇啦。好啲際遇啊，有機會即係好近啊！呢只馬可以好近，你睇兜咗幾耐，翻到嚟輸幾多俾你嗰啲馬？阿莫雷拉兜咗一條直路啊！輸唔夠半個馬位俾你萬事恩啊！福榜完不派彩作實，佢好似試習咁咯。有試習就刻意揾馬跟啊，今次就自己直路會揾唔到位。睇低位置 Q 啊，十搭十二派62蚊，二搭十二派32蚊，二搭十派124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夜二满啊，派15.5。四连环派455蚊。四重彩派5707蚊。阿妈宝啦，七场十八场十二，中正派173.5，七场十八场十，安慰奖派214蚊。分段时间23:74，22:67，末段22:99，总时间分09:04，总时间慢过标准时间半线。